水瓶座就是很会一见钟情啊，我就是富邦就是我的爱。拜托，富邦拉拉队他没进去之前，谁不认识他安娜？计划扑人，他扑蛮久的。其实踩久会痛呢、欸。快点！欢迎收看《小姐就爱露》，我是爱斯特露的爱露。今天非常特别，请到了一位美少女，欢迎我们的富邦 Angels 成员的安娜。好，我是安娜，耶、yeah. ，好尴尬，耶、yeah. ，整个 key 很高哎、欸，很高吗？对啊，那不然我很低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这样我会脱粉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整天就是被他嫌弃，好可怜，还要来上他节目。但我们现在讲一下，我们到底我怎么会认识啊？哎、欸，其实超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会跟艾露认识，其实我们是一场尾牙吧？哦，对，跟中信兄弟的笑笑，就很奇怪的组合。而且那时候安娜还不是啦啦队，那场很特别，是他来教我们跳，但是呢，就觉得他没有教的很 OK， 你知道吗？这怎么跳？我也不知道，等一下，我再去问卡卡好了。那时候舞真的不是我擅长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不太确定哎，你知道吗？卡卡就是我的安全感，所以我知道我打电话跟他求救。我们好像那一次吗？然后我们就现场见，他一开始还不怎么讲话，后面聊开就发现这个人就是……我记得我在旁边瞎忙吧，哦，我的刘海，然后一直忙，我说你到底要卷多久？然后就开始好像有比较，后面好像是偶尔，然后你会发我工作，我是老板。之后就发现他常常去富邦看球。对了，好像是因为你有想要加入啦啦队，然后我们就有稍微聊天了一下，谁知道不来乐天跟我去富邦，我们呢忠直一家亲嘛，是不是？对于富邦就是有一个忠诚的心。第一次去看球的时候，我就是去了富邦的主场，然后就觉得这个风格我很喜欢。水瓶座就是很会一见钟情啊，我就是富邦就是我的爱，因为我知道他之前就是富邦的球迷，很喜欢萝莉，对吧？对。那你现在除了萝莉还喜欢谁？我觉得只要是悍将我都很喜欢拉近一下我的白眼，因为很多啦啦队其实认不出来球员。你是可以认出来的吗？可以啊，很好认吧，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吧。我还跟其他人介绍，他们问我说发生什么事，我说啊，现在是一垒安打，跟我一样有在认真看球的。对而且大家跟我讨论说像江超清什么的，我知道啊，他今天就是我们的状元，看超懂，我是球迷啊。对，我觉得今天真的应该是要来玩那个什么棒球知识题才对。OK。哦，惩罚有吗？可是我只对富邦了解，忠直一家亲，你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忠直发生什么事。富邦 Angels 他做了哪些努力？我那时候一开始毕业的时候，其实有去考，然后没有考上，是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经验不足，然后也不太知道啦啦队的需求是什么，所以后来就是进入活动圈磨练了一下，然后就发现哦，原来啦啦队可能需要的特质啊，要有活力啊，要有自己个人特色，就重新再来选了一次。考上我梦想的职业，梦想的球队。其实每个球场里面一定会有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球迷，不是球场都会有那种拍球迷 cam， 基本上每一场一定会 take 到他，所以其实球迷都知道他。拜托，富邦啦啦队他没进去之前，谁不认识他安娜？我觉得他还没有进去之前，其实就差不多已经算是他们的一小分子了啦。计划扑人。他扑蛮久的，也没有吧？他真的会甄选很认真。有人说他跟这位长得有点像。对，秀秀自己有特色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去剪妹妹头，但是他现在剪的又跟那个谁很像，猪猪。我们要唱，我们就姐妹吧。真的觉得他们家大家感情都很好，休息室都是吵到不行。富邦的安妮在的时候就很吵。差不多，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中午，所以要请你来吃午餐，煮水饺给你吃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不会煮水饺。他就问我说，水饺怎么煮？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煮的水饺是汤汤饺，汤马是跟肉先生他们好像一起做的。韭菜黑猪肉，你是什么？韭黄鲜虾仁。你中文还好吗？为什么今天的镜头感觉很厉害啊？为什么那么长？之前就这样嘞。哪有啊？他之前才没有用这颗拍过我嘞。我不知道。如何看不出来，我就说我不会煮水饺，我要吃起来了。由于我们两个都在家不煮饭，我还是来看它有没有熟好了。有啦，有熟吧，有边套应该就有熟吧。后置特效 OK 了吗？直接吃它的内馅。有熟吗？有啦，你干嘛？跟我一样捞不起来，很挖，对不对？我们俩技术超烂。哎呦！
好香哦！我们俩吃不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他这个腰，你可以说一下你这个腰是几公分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已经很瘦了、欸。我觉得男生的手应该可以这样就合起来了。可是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不要小看我食量，我还是可以吃很多的。我昨天晚上吃了一堆东西。多多。我昨天吃了一碗泡面，一杯饮料，一碗咸鱼蟹，然后吃了一个起司塔，然后我还吃了麻吉。我现在很热，他那个火。我不怕热。新庄棒球场超热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跟你说，上次我们跳完一局，然后每个人他们这样喷汗，我就拿电扇，我就看我们团长，我就默默把电风扇拿开。他说没关系，你吹。我说你看我没有流汗。为什么？你是没认真跳？我很认真，好不好？那怎么不会流汗？我就汗腺不发达、啊，可能也没救吧。新庄棒球场这个闷到爆哎、欸，就是即使你光在上面，可能也没干嘛，那就开始狂流汗。所以我们就是用热情在工作。但是我觉得他们流汗的时候都还是很漂亮的，天生丽质吧，谢谢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很喜欢吃水饺。你又不煮水饺？那我爱吃不行啊。那你这样看，你会了吧？你以后回家可以自己煮了吧？不会啊，很喜欢。我就说，妈妈，我肚子饿。我妈很喜欢看我直播，然后每次在房间的时候，我就会肚子很饿，然后我就说。我觉得我现在肚子好饿哦，我觉得我妈应该在看我直播，我想吃泡面。然后十分钟后，我妈就默默开门，她帮我煮泡面。如果我妈看我直播，应该说不要看。我跟她讲不要看，我说你可以把浪删掉吗？但是她好像没有要理我的意思。她还建议我，她说你今天讲话声音好像太小声了，那这样密我。然后说什么，你后面那个东西要不要收一下？有些粉丝不是会喜欢取一些看不懂的字吗？我就可能会说正这怎么念啊？然后我妈就会帮我查，比如说正气。还在布置贴上有看这样，哎，正气是我球迷吧？有个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下面那个是我吗？对，正气是我就看安娜直播，哎。就是疫情期间，我们两个很常在直播平台上面就是 PK， 然后输的那方就会变猪头之类。他让我变了好多次猪头，可爱啊！等一下好像我也差不多要饱，今天出来。我可以下个单元了。吃完水饺来进行第二 part， 我们要来钓鱼，就是你们家那钓鱼啊。我们是钓虾，我想说我们钓鱼。好啦，没关系，请问我们要怎么玩？一分钟之内，然后看谁钓最多，钓比较少那个人等一下会被处罚哦。然后这个呢，等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他会唱歌，我们开始唱哦。确定要一个音痴唱歌？我告诉你们哦，他曾经要去参加一个女团，然后我就是误交损友哎、欸。不是，他还问我说我不会唱歌怎么办？我还录给他听。对，我说你给我看，这个蛮闪的。我们钓鱼吗？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进行游戏。等一下先打开好了。还没啦！啊！三二一，开始！太难了吧！你过轻一点呐！你怎么跳了？你不要只用肩膀顶我！啊！出发，唱歌，唱歌！啊啊啊啊啊啊！闭嘴！哎，这真的很难嘞！一只是什么？这个有瑕疵吧？哎，我觉得不行。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嘛。完全没有啊！你不能挡我！我要来走！哎呀啊！又出不来！你不要生气嘞！不然下次我们把那个场景调到那个钓虾场好了，如何？这个 tempo 我觉得不对。I'm sorry。然后想要问一下我的处罚是什么呢？静心处罚时间，这次的处罚呢，就是呢安娜要在健康步道上，她要深蹲，边回答我的快问快答。其实踩久会痛呢。好，我要开始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完全比赛总共会有几人出局？啊，全部文字啊，我不知道。请问比赛几局？不是九局吗？九局，那出局一局几个人？一局不是三个吗？那请问啊，不是还有另一队的吗？不加另一队。你要说清楚嘛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完全比赛只有一队啊，不然零比零呢？快点！中华职棒最喜欢哪支球队？哈不搬家。说出五位复方的球员。啊，等一下，曾俊岳、罗莉、张镇伟、蒋之贤、李宗贤。除了啦啦队，平常还有哪些工作？好的人，小小子跟卡卡跟丹丹全部 N 九十都很好。平常的休闲娱乐是自由潜水、睡觉，睡觉也是我的兴趣啊。男朋友交过几位？交过我。梦想是什么？人生的梦想就是成为富邦悍将的啊，对，请跳林奕泉的应援曲。林奕泉啊，左奕泉啊，右奕泉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最喜欢的网络节目是？最喜欢小姐救。
啊，我运动的时候，我原本要找他来，就他放我鸽子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只有拒绝，因为上次有人也是没有说你要不要一起 IG 联播，我说好啊，要干嘛？他就说哦，我们就要一起来做什么运动，只要瑜伽垫。我就说对不起，我不运动。大家请追踪。这边呢就帮他打掉 B， 自入要钱，你知道吗？哦、我们不知道，我只是说摩西密码吧。欢迎大家追踪分享，希望大家下半季呢可以到球场支持安娜还有艾露。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请到安娜来小姐家艾露玩喽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